奶奶倒想见识见识，可惜岛上没有。还有外乡人流落岛上，珊瑚岛四面靠水，一面顶着天，有巡夜的更夫，护岛的保丁。慢说是外乡人呢，外乡的一棵草，他也休想飘到岛上。哦，啊，七奶奶，共产党可非比寻常啊！实不相瞒，就在五天前的夜晚，兄弟还打翻敌船，打伤共军侦察员。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一直追到了鼓浪港上，只见地上血迹一滩。后来便下令搜山，搜不到。我想此人未死，没死，这祸根说不定就落在珊瑚岛上。哦，落到本岛不假。怎么说？请问副官，那天可是更深夜半呢？不错，在鼓浪港山上岩石的下面。不错，血迹不干。不错，她是女不是男，并非共军侦察员呢。她现在何处？取保养伤。伤势怎样？不便查看。有何凭证？血衣一件呢。倘有差错，走漏共党，留下后患，孙保长，你可吃罪不起。这，富贵儿，明天一早把山妹带进府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是。孙保长听着。是。牛头有令，七奶奶也拿定了主意，两天之后离开珊瑚，带走全岛渔民壮丁。哦，抓壮丁？哦，抓壮丁我会。哎，人急造反不要命，硬抓的办法行不通。移花子要出海，咱们就顺风就势，将计就计，连人带船一起带走，然后布设水雷封锁海面。嗯，不错。这叫一箭双雕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是。要出海的快到渔行画押取宝。怎么这么快？出海之事恐怕其中有诈。嗯，你快去探听虚实，早去早回。好。山梅，快告诉你王大哥，等我们画押取宝回来就送他回大龙山。哎，快。神仙，件件事不顺心，我的八字儿倒转。孙富贵闯江湖30多年，没吃过这样的辣椒饭，黄连。怎么一天没见他的伤也好了？一杆鸟枪一个眼儿，我孙富贵还得多长个心眼儿。山妹，身带枪伤，这是到哪儿去呀？找我爹，上余杭画押取宝。嗯，找你爹？拿来。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治伤的药啊，我看用不着了。孙富贵来了，不行，孙富贵。姑奶奶，你先别生气。实话相禀，七奶奶从牛头坳
请来了杨大夫，叫我请你过府就医治伤去。叫我过府就医？对了，大夫来了多时了，叫他等着，等我送爹爹登船出海再去不迟。好，请。我倒要看看水落石出。哎，保长！哎呀，保长！哎，保长！保长啊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是？您不知道啊，我那四个孩子啊，折腾了一夜，大的哭，小的闹，老二老三不睡觉啊！他妈的，你怎么连家务事也找我呀？去去！哎，保长，这事儿不找你找谁呀？保长，保长，一岛之长啊！保长，孩子们哭啊，是因为肚子饿得慌。你成心找麻烦呢？误了二爷我的大事，我把你家子扣起来。滚开！哎，那可好了，我正愁缺米少柴没着没落呢。保长，要扣起来呀，那你可是积了德了。走，跟我回家领孩子去。你就等着瞧吧。保长，哎，保长，对，想这样。哎呀，大兄弟，大嫂，孙富贵把山妹子给盯上了。大嫂，你能不能把孙富贵引到飞龙渡？引他来？事到如今，先下手为强。山妹假伤分明已被识破，不能放他回转侯府。行。山妹，啊，情况紧急，得赶紧找徐大爷和乡亲们来商议商议。爹和乡亲们已经合计好了，说今晚趁机将你送回龙山。大爷，大爷，摸不清敌人的真头实面，不能贸然出海啊。到海上就由不得他了，就是前面设下刀山火海，咱珊瑚岛的余家也要把亲人送回大龙山呢。对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恩亲重如山，王勇刚心暖，热泪涌上眼。岛上把军情谈，如回到爹娘怀里避风寒。一年一天天，恩情不断，一场风一场雪为我承担。如今珊瑚岛乌云漫天，乡亲独自回还，一杯大渔人血染大海，也就一家的爹上舞蹈，金灯挂满上，一步满城人流浪浪天堂，解放军和一家同根同命，同根同命，为穷人流血，死而无怨，死而无怨，是亲人能够将你劝，你身负重任，军纪莫迟延，莫迟延，你流一滴血，余家路遭半分难，如我爹娘落刀山。老弟，你听我说，一夜飞舟浪一番，把你早走到归还，难不难？
清了。那马副官昨夜留岛，直至现在未回牛头，只派了条小船往牛头送信。另外，国家今天捆装细软，搬运粮仓，看样子要永离珊瑚岛啊！哦，我还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留啊。狗强盗，好狠的毒计呀！怎么？他们分明是要撤离珊瑚岛，固守牛头澳，临走时要把全岛的渔船渔民洗劫到牛头，为他们充当炮灰呀！好，够扎住！王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咱们得赶快分头行动，在全岛乡亲面前揭露敌人阴谋诡计，劝说大伙不出海，不上当。那大侄子你，徐大爷，敌人这个行动必须立即报告龙山，我看就托您和山妹走一趟。王大哥，你，我留珊瑚岛，和乡亲们保人保船，跟敌人斗争。此去要经过三门岛、横闯虎头滩，那里水深路险，浪高千丈。徐大爷，除了您，没人能闯得过去。是啊，大爷，山妹，事不宜迟，你们就赶快动身吧。孙福贵来了。天下垮了，你要通达十五，及早回头，人民还能宽大你不死。你要想跟着蒋匪走死路也容易，两条路任你选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共产党解放军。啊，你说牛头澳为什么要开岛放船？我不知道。撒谎，投您大海。好。我说，牛头澳要把珊瑚岛连锅端走，然后布下水雷封锁航道，我全说了。孙富贵，你要想活命的话，就放条船出岛。啊，放船？那牌照都在侯府啊，我没法子。投海。好好。有。押进他仓。走，兄弟，兄弟，刚才七奶奶带着人到家里寻找山妹，说找不到山妹就要捉拿兄弟你呀。现在保定们正在遍岛搜查你父女二人的，你要快呀，快！大爷，情况越来越紧，给。你们赶快登船离岸吧，要是敌人布下水雷封锁海面，大军就要陷于被动。必须立即报告龙山，请你告诉首长，大军来到珊瑚岛外就升起绿色信号，要是情况紧急，我们就点起红灯一盏。山妹子，快点走吧，天王爷保佑，别让贼婆娘看见了。你的磨难受够了。山妹，快登船走吧，快登船吧。爹。孩儿，我万万不能跟您同去龙山。孩子，爹，鱼爸正在到处找我，如果我们父女二人他们都寻找不见，定会疑心是逃奔龙山，倘若他们派船追赶，岂不是逃走不脱，反耽搁了军机大事。爹，孩儿打定主意留在珊瑚岛，替您老人家独挡强盗鱼爸。您就登船走吧。孩子，你爹一路上多多保重，见到阿青哥就说山妹为咱们余家翻身出头，就是死也甘心瞑目。山妹，山妹，你走，我们等着。山妹，徐大爷，王大哥，侯金他老婆带着人来了。
免得快，来，上面快坐，上去。快，快！七奶奶到。别走。你们哪个看到徐家妇女了？问你们看这山边一个血老大没有？富贵个混蛋，让他带人，他溜哪儿去了？钻坟入土了？老三呢？啥？给我上船，立刻朝大龙山追。是了。人在这儿呢，带走。我走大山，在眼前。乡亲们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赶快分头行动吧。徐大爷，兄弟，你就放心的登船吧。山妹的事儿交给我了，日后山妹不能和你重逢，哥哥我地下见你的面。谢谢大哥。大侄子，乡亲们，只等你们听到三更鼓响，我便闯过了虎头滩。现在我徐宝龙要拜别登船了。Thank you.
里边点。回西奶奶，汤水不进，盘子碗砸了一落。一天两天饿不死。老三呢？这找人伺候着。是了。富贵个该死的，难道他当真被人谋害？哎，但真被人谋害倒也干净，只怕他失露军情啊。什么人？巡夜更夫干什么？伺候七奶奶。孙保长他老人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，什么事儿也没交代他就没了，我是六神无主啊。来问七奶奶，今儿晚上这更是怎么个打法啊？我知道你怎么打法，不是要捉拿凶手共产党吗？小声讲话，耳聋声高啊。我是说这更是明打还是暗打？
和往常一样。哦，敲锣敲梆。回来，老大顺儿，山妹养伤可是你的保人？有我一个。伤在哪里？孙保长说伤在左背。哦，有血印一件。拿来我看。啊。这更夫神色不对。你怎么疑神疑鬼的？哎，七奶奶，珊瑚岛上事出无穷，鱼花子聚众借粮，闹嚷着出海，叫他们出海，又见冷冷清清，懒懒洋洋。就在这吃紧的关头，保长又下落不明，这些事情前前后后连成一串，我看其中定有主谋之人。不是要等渔船出海的时候挨船搜查吗？恐怕搜他不到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条线定在那山妹身上，她枪伤有诈。富贵还能造假？孙富贵，他是死的冤枉，活的混账，这是共军一计。什么？移花接木。得了吧，我的副官，这个我懂。带山妹，带山妹。雪意一见，七奶奶过目。再说一遍，伤在何处？方才已经据实回禀，孙保长说伤在左背。哦，那为什么前胸有血，左背无痕？是啊，说。老汉并未眼见，只听保长交代呀。好，说得有理，去吧。扎，站住！为什么慌里慌张？我心里有些害怕呀。怕什么？孙保长留下了糊涂账，我怕牵连受冤枉。与你无关，谢长官。听着，今夜你就在前庭后院寻根守夜，休得外出，你要随传随到。是是是，我记下了。窦司令打发兄弟上岛姑娘上牛头，啊！立刻动身！滚开！嗯，我身带枪伤，你敢拉拉扯扯？伤在哪里？伤在左背。我要当面验伤。伤口已经治好了，那也要看。七奶奶花钱给你买药，治好了我也得看看疤了。嗯，哎，反了你了呀！老三呢？啊，快快快！哎，七奶奶，别生气，带保人。大爷，别讲话。方才长官言道，此事与我无关呐。要想无关，验伤当面，给我上前验伤。这可使不得，我与他是尊卑长幼，男女有别呀。由我做主，时过七天，说不定伤口痊愈，验不出来。那就看他的伤痕。我还是不敢，当初我只保他养伤不逃跑，不保他真伤假伤啊。假若孙保长从中作弊，如今又无人对证，我担待不起呀。哦，孙保长糊涂，你家马副官并非混账。来人，把他绳捆说绑，衣裳剥光。是。慢动手，土匪强盗。一个山人不眨眼，你的鱼把黑心干，刀上不看随你便，要领入山门来上难。没有枪伤怎么样？好，承认枪伤是假就好了。这么说，孙富贵没打着你？孙富贵瞎了眼，他自己做梦自己冤，枪上是我把他骗，他把你蒙在鼓里边，
送哪儿去了？哟，我把他送给了东海的长流水。这雪衣是什么地方来的？雪衣是我山北的雪泪把他染。亲家，老三郎啊，家法王法，家法王法。七奶奶的家法王法你可认识？神带过雨把你牵进铁链，头顶过雨把你立中如山，雨家从来受苦难，分派你打扮一遍。好啊，奶奶倒要看看你这个黄毛丫头有几根骨头。我打说共产党在什么地方？共产党在大龙山，余家日夜把他盼。姑娘，只因你一人窝藏祸根，在这珊瑚岛上兴风作浪，挑唆渔民违抗军令，嘿嘿，你休怪我要烧杀全岛了。你丧尽天良，余家定不饶你。山妹，你一个人受苦是自作自受，难道你就忍心连累老德顺吗？他可那么大岁数了。老德顺站得直，坐得正，恩怨分明，从无过错，不怕连累。老奸巨猾，早该痛打了。来人，打！把他拧起来。打！打！打！每一人所为与德顺大爷无关。山妹，孩子。怎么样？再不说可就晚了。回七奶奶，七奶奶，三更已过，那鱼花怎么还是不肯登船出海？啊？都在何处？男女少壮不知去向，剩下老弱残缺待在家里，死活不动啊！啊？来人！哟！火速通知海上兵船，立即来珊瑚岛登陆。是。
说，共产党藏在哪儿？还不快说实话，快点说。星儿闪闪缀满天，滚滚的波涛无尽边。我是说共产党，光明大路千千万，五湖四海春潮满。共产党明明在这岛上领着鱼花子闹事，今晚上你不把他交出来就休想活命。要杀要剐随便。来人，炸！说共产党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共产党，共产党啊，他在我的心坎上，他在这里把门上，他在这里把我放，天长地久，地久天长。山美一夜，他能回心转意，就饶他不死。老三呢？啥？把老的树和山美压在一块儿。是了。走，走走。哎，我说副官，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把线扯断了，到哪儿去搜查共产党？哦，呵呵，七奶奶高明。七奶奶，七奶奶。七奶奶，老子是让我来回话，他说要凭天地良心据实招供。哦，看怎么样。哎，你离开牢房何人看守？这慢着，我说副官，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啊，金钩钓鱼。骗人的鬼话呀，那是牛头傲和侯七老婆的圈套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都是实话，一定是这口那样的，走，干掉他得了，说，拼了他，说，
兄弟，看着他。山妹，大爷，王大哥，大嫂，啊，怎么脱险的？他们把德顺大爷和我关在一起，我吊开宝钉，偷出后门。啊，想他们定会在后面追赶，可是军情有变，非来报之不可呀。王大哥，那匪军副官已派人去告诉海上兵船，叫他们马上来珊瑚岛登陆。韩王大哥，你带山妹快跟乡亲们到山洼隐蔽。这儿有和大军联络的红灯，不能和他们在这儿纠缠，必须设法将他们引开。这就是和大军联络的红灯，只等海上绿色信号升起。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快，有人呢。弟兄们，劫四大路，包围住，先打死装活的。傻子，怎么办？怎么拼了？拼了！乡亲们，千万不能和敌人硬拼，赶快下后山。快，跟我来。走吧。Thank you.